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西贡 Frankie， 好欢迎大家再收睇我的最新成交同埋笋盘嘅推介。咁今次带到大家嚟到西贡清水湾道尾段，近住清水湾泳滩嘅呢个喺龙虾湾同埋相思湾啊，里边咧佢哋有三个主要嘅村屋群，一个叫做大坑口，一个小坑口，同埋一个茅埔村。咁今次嚟讲个成交咧，就系位于我身后面一个喺小坑口嘅商号屋。2100呎，成交价是2000万。咁但系原业主咧，佢喺2015年嘅时候咧买翻嚟系2572万，哇，蚀咗系572万啊，一个好大嘅蚀让。咁但系咧，我喺我立场嚟讲，我睇睇佢咧，喺2015年买入嘅时候咧，个价钱系比较偏贵少少嘅。啊，咁啊，因为村屋都有啲学问嘅。好啦，咁今次咧，我介绍咧就系一啲嘅笋盘俾大家啦。分別咧喺茅埔村一間都係2100呎成棟啦，而家嘅價錢咧，業主係叫低咗個價錢，去到係1690万呢個底價，所以非常之筍嘅只係8000零蚊啫。咁而另一間咧喺大坑口嘅單號屋，同樣都係2100呎，有花園有山景海景，而家叫價錢咧只係2250万嘅啫。所以有興趣嘅買家，記得聯絡我 Frankie 同埋我哋世紀有一奇峰專業嘅西貢團隊。咁有興趣訂閱我呢個西貢 YouTube 嘅朋友嚟講咧，記得訂閱、like 我同埋 share 啊，好嘛？多謝大家喎。